而家咧香港都有羊驼啦，锦田呢个农庄有四只咁多，你睇下佢哋毛神神咁几得意。佢哋咧系嚟自澳洲噶，平均两岁半左右啦。咁佢哋会有两男两女，睇颈圈就会见到啦。有蓝色圈圈嗰啲咧系男仔嚟噶。佢哋嘅体重咧有45 kg 左右。羊驼咧主要食两种食物嘅，一款系新鲜嘅草啦，一款就系木蓿草啦。啱啱咧又去喂完佢哋啊，好可爱啊，好有性格添，有啲唔肯食噶，有啲咧就系咁争住食，真系好得意啊！呢度咧就系佢哋嘅市区啦，咁佢哋咧会集中喺一个地方度便便噶。农场士多咧，仲有好多羊驼公仔啦，同埋精品摆设卖噶。呢度咧仲系菠萝主题农庄嚟噶，有唔少打卡位添。